好，各位欢迎回到一场 Battlefield 的现场解说。那最近有点不知道出什么影片给大家，所以想来想去，比较能够自己玩 ，Oh my god， 比较能够自己玩的影片就是 Battlefield 1，所以我加了一个伺服器，然后希望这是一场不错的。不错的一场征服吧 ，Holy shit！ 我的下弹就这样杀了一匹马，应该说一个骑兵。OK， 这个开哦哇哦，我不该放外面的，马上就被打掉。其实现在的 Battlefield 每一场加进去，我感觉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就你加进一场征服，然后你就开始祈祷，到底希望这是一场就是精彩、公平。友善的征服模式，所以希望这两回事。我们的开头需要再杀一匹马，还蛮不错的。OK， 所以这是流血宴厅。我们今天用的枪是这个马丁尼 Henry， 因为我还有马丁尼 Henry 的狙击手没有解锁出来。然后我懒得玩，我还暂时不想玩突击兵，所以在这个地图，如果我要玩侦察兵，我必须带一把。近距离的枪，其实我只是这个 Marshall 的 Medic， 还有还剩一个击杀，刚刚那个击杀拿到之后还剩一个击杀。OK OK， 我们的右边 ，OK， 我们拿到了 ，OK， 所以我其实纯粹只是想要解那个。因为只有侦察兵可以用Marshall 的 Medic， 所以我才用侦察兵。不过我们可以继续，我们可以继续尝试解这个 Martini Henry 啊！我至少我们杀掉那个被我们打中的人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吧。刚解锁出来的墨西拿干步兵，我还在解那个神射手，就剩下要用爆半手陷阱高爆拿到15个击杀，我要拿到7个了，所以哦，那个队友死了，所以我不能存在那边。我拿到7个了，但是还有基本上我们成功了一半而已，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很难。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墨西拿干神射手版本的话。我建议你们就找个伺服器跟朋友一起解，会快很多。当然我不提倡，但是没办法 ，Battlefield Dice 给的这个任务实在太困难了。说到这个墨西拿干，他的 Oh shit， 他的所有Oh come on， 我怎么不会瞄这个？他的所有那个叫什么？数据都跟 Russian 1895一样，所有东西都一样。它的射速，它的哦，可以那台坦克吗？是那台坦克。那没有用。我还想说，我可以刺到冲刺逃走，好像没什么必要重在这里哈。有台坦克在那边，哦，不过那边有个人，我们可以尝试绕很大一圈过去。对，好像还没有解掉那个人。哦 ，Ow！ What the fuck？ 那是坦克吗？被他死了，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躲开这台坦克。Holy shit！ 你们觉得坦克知道我在这里吗？我觉得他知道。OK， 就算他不知道，也有人知道。欸，奇怪，这里没有敌人啊。Oh shit！ 谁打我？我觉得是阳台上的人。哎，我把他切了。我们先回点血了。果然是阳台上的人。我必须说，
并没有说很喜欢这把 Russian 莫西纳干的步兵马。我们要不要走这里？我们去帮守第一好了。我们既然绕到他们背面，我们就不要让他们把我们的第一抢走。天啊，这个首先他的铁准心好小，然后我觉得他的枪击动作有点太大。我、哦、旁边来的人，半水陷阱。哦，感谢队友。哦，不对，那个人在这里。你要过来吗？你要过来吗？你要过来吗？哦，他死了。对，他死了。哦，对，这把枪，当你重装到一颗子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特殊的重装动作。他们拉开枪机之后，会抓住那个枪机。天啊，我觉得这铁准心真的。这铁准心真的很难瞄，我觉得我可能会要用寒雷瞄准镜在这把枪上。我瞄不了这个铁准心，太小了。你看前面那个准心有多小。哦，那是台坦克在那边，还是说是个野战炮而已？看来是这个野战炮，我没有消耗弹啊，这样冲 C 点有点危险。Oh my god！ 我刚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真的没看我吗？OK， 我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没看到我，但他就是没看到我。我没有半锁陷阱。Oh shit！ 我们尽量吧，能活多久活多久。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的 muscle 的 manic 快要没有子弹，我难以置信我们还活着。No！ 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。Fuck you！ 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好。那、miss， 哦，我们活了比我想象中要长。OK，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副枪是我们需要我们来帮忙用，然后来解锁的。好像没有狙击手需要用的枪，这个我们没办法帮忙。医疗兵呢？没有，突击兵呢？没有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我们想要用的任何一把手枪。我好像开出了一个1911的特殊涂装，叫做这个路西法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。我们再尝试一段时间这个莫西纳干，我感觉好像稍微那个人在用1903实验。我们觉得我刚好看到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啊死了！shit， 哦、oh, no， 那一发不在他头上吗？哇哦，我觉得那可能稍微高一点点，应该稍微高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Phew，OK，、okay, 这个人，我们这个队友在绕，然后后面那个队友好像也跟着，所以我们一起绕吧。有时候。最讨厌就是自己一个人绕，因为自己一个人绕没有太大作用。
哎，这个信号弹非常好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这里。哦，他关他门。知道你在这里 ，OK。OK， 我们再射一发进去。 No！ 哇、wow、哦 ，OK， 可能怎么说？我们运气真差，我们被标记出来了，所以那台坦克跑过来找我们。哇，这边也有人绕过来。不过我还是蛮高兴看到我们的队友，就是是一群，哦，这坦克跟我一起在退。啊，坦克让我绕过去，谢谢你。 这里都是烟，我们摄像再看一下，没有人 ，OK， 门口倒是有很多人，还有墙壁这里，那一台坦克又在那里面。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跟啊飞机。 我们要想办法跟敌人拉远一点距离，因为 fuck you， 因为莫西纳干的这个数据如果跟 Russian AD95 一样的话，它的秒杀距离是，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，70到90吗？还是多少？总之是远的。 谁还在压制着我们？ 这边还有一个人 ，shit， 你怎么死了？啊，只露出一点点的头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这边发生什么事？对，没事。 No! No! 啊！我被门，我觉得我被门卡住，所以我有点回溯了一下下，所以我才被那个火爆炸弹打死。还有，今天我们的运气真的是，那火爆炸弹在出现的时机也太好了吧！我们攻不来进去 ，C 这边又有一群人在绕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小队，不然我就跟他们一起绕。这边有敌人空降 ，Holy shit！ 这是敌人，这个是诺曼底大空降。 各位 ，no， 步枪、榴弹，各种手榴弹。那边好像很多人哦，是的，那边有很多人。 你枪击速度真的有点慢，我那死人，你退回来 reload 一下哦。这边好像被绕，不是，他是在打飞机，打飞机，飞机就来了，不要乱打飞机，飞机跑来 ，OK。 哦，那是个。 那是个精英兵，我忘了放这个，你随便那个地方放着，说不定会有人踩到，对不对？没了，死了。那边还有一个人，这边还有一个人，然后轰炸机在轰炸我们。这个人从哪里来的？我觉得我们的侧翼是不是崩溃了？ 我觉得第一点失手了，你丢一颗手弹进去看看。哦，那个精英兵，我们需要退回这个墙后面。停停停 ，reload， 右边有个人，我看到了，我听到有个人跑过来，是谁？可能是队友。No。
哦、oh, ，Come on， 我应该是被压制了，那发应该打在他身上。感谢队友。我需要信号弹，我们必须知道这座墙对面有多少人在这里。OK， 还好。大部分的敌人还有一点距离。OK， 我看到他们，我们再补一些信号弹。这边来了一个人。哦，破包！我补到吗？没有补到。啊！没有办法，太多人了。我们被推到这条线，但是 A 点，我觉得这条线很难保。我们要尝试的推 A 点，但是那边有台坦克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试着帮忙解决那台坦克？看一下我们这边解锁枪还需要用什么？反正是枪已经1918，居然我们还没有，哎，我居然一直还没有用这把枪杀足够多人，难以置信。你坦克毁了吗？应该是毁了。完了，上面有狙击手，啊，我那边也有狙击手，根本没有必要走这边了，那个狙击手盯得死死的。啊，能怎么办？我们整空降，我们试试看空降吧。如果我们能够空降到，好吧，没办法，飞机被打，一点也在丢，我们帮忙守一下一点吧。Sie dürfen dieses Ziel nicht kriegen, verteidigt es. Holy shit， 是有多少人在这里啊？哇哦！Oh my god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边怎么就崩溃了 ？What the fuck？ 我们去帮忙摧毁一下那台坦克好了。我们一点就突然之间就崩溃了。可以，坦克在哪？先确定这上面是对哦。Shit， 这里还有很多敌人。秀没救到队友，拿好坦克。没有办法，这一场还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，并不是一场。友善、公平，可能是公平吧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会开载具。你看，我们这边是没有载具的。What？ 我们这边还需要四个击杀，用这把枪。我都有点不太会用这把枪，太久没有用这把枪，腰势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，估计是有被 nerf， 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这把枪应该要被 nerf。我们得先把它贴过去。Holy shit， 看这边有多少人。我们要没有子弹了。Shit. Fuck. Nah. 那边也只有我一个人。不过我们的飞船来了，至少我们去 C 点吧。C 点可能比较适合我们这把枪。我们很分散我们的队伍。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个机会稍微聚集一下。那应该是有信号的。其实我们应该已经被发现了。哇哦！
呀，尽力吧，尽力吧。那没办法 ，C 点还是丢了。我们太分散了，我们要能够凝聚起来，然后打一个。那坦克在打我们的飞船，打一个点。我们现在先凝聚起来，打第一点。OK， 站点的事情我们就让坦克那些 ，the fuck， 坦克那些去做，我们要到前线帮忙打。哎，剩一个击杀就够了。你想躲去哪里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想换一把比较中远距离的枪，不过。我们从这 OK， 我们从这里进去看看啊，是我们的 OK， 算了，当我没说。这个上面都是人，我们是知道的。又 dice， 这里面这是一个我们的侧绕，那边还有人。死了，外面要来人！哦，我们被飞船压到，是吧？是我们被飞船压到，我们那一群在那里面的人都被飞船压到了。Dice please， 最后我们用我们的双管散弹吧，这把枪嚣张的很。我有点不太知道我们应该攻什么地方。OK。Fuck。Oh, come on！OK， 他死了。OK， 那边有个人。OK， 手榴弹。OK， 炸到，但他没有死。哈哈哈。哦，哇哦。Oh， come on。这样快结束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能力把他搬回来。不过，这场还算。我会给他50分吧，这一场，至少，这场至少有50分。哦，那边还趴着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们不要用这个散弹好了。现在的交战距离有点不确定，想想哦，哎，这把枪我解锁出来之后，好像还没有给大家看过这把轻机枪。其实没有什么好的，它纯粹就是，我觉得它就是子弹多一点，其他的部分还有后坐力比较少，比较低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。我们的战线完全崩溃，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值得注意的部分，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它子弹多，后坐力少，所以你可以一直扣住扳机不放，基本上这个概念。但它射速慢，伤害也低，所以其实我个人不建议这把，不建议这把枪。其实它的击杀时间非常非常的慢。最好的情况是你跟敌人能够有点距离，然后你可以在远距离按住扳机不放，因为轻机枪越远，应该不是说越远，就是说你按住扳机越久，它会越准。
而这把枪尤其，你们如果看第一发，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多么的偏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按住扳机的话，它最后会变成像雷射枪一样。OK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你是不可能打赢任何一把其他的这种自动武器一对一的，所以其实不是很适合这个地图。我就只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把新枪。990，那至少我们炸死他了，对不对？996，这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。我们看最后能不能被救一下吧。哦，没有结束。我只能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对面有一些很强的开坦克的玩家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很厉害的玩家120级。我们这边比较没有，你可以看我们这边的击杀很平均，这边的击杀比较不平均，有一些很屌飞机坦克。这样我给他打50分，就勉勉强强。OK， 那各位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